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在诗篇146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当然我们是祷告，但是赞美神是最首要，赞美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赞美他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恩典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们怎么可以祷告？所以为着所有的恩典，我们是献上赞美。今天做诗人告诉我们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他说，他对别人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然后转身说，我的心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在提醒别人的时候，也不忘提醒自己，顾念别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，顾念自己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顾念别人。对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，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世界，我们都崇尚英雄主义，世界是如此。我们希望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带领国家，我们希望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带领我们的社会，同样教会也不例外。我们希望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带领教会。慢慢我们以个人的主义，个人的英雄，个人的优点还是能力，来取代了很多很多其他人，甚至取代神的位置。我们圣经所强调的似乎有些不入流，圣经没有强调个人主义，没有强调个人英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看世人怎么提醒敬拜赞美，是我们学到的一些功课。从这些经文当中，第一个他很清告诉我们，从赞美的态度里面，从先对个人开始嘛，他从外表到他的内心，我的心啊，他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先提醒自己从心开始，不是只做一个重外表的人。他对他自己说，当然他用口来赞美神，但是他先调整他的内心，他先对自己的心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先从内心开始来影响他的外表，那外表的赞美是重要的，但是内心也不能忽略。第二呢，他用个人到从众人到个人，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然后到我，叫做合一和谐。神不要我们单打独斗，做个人的英雄，我们要互相的为肢体，互助互补。从众人到个人，我们离不开大家，大家也离不开我，我们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的扶持。有没有听过一个所谓螃蟹的定律？有人做了一个试验，把一只螃蟹放在一个 basket， 那只螃蟹就会爬爬爬爬爬上来。他说，你将很多螃蟹放在一起，螃蟹就很难爬出来。每当它爬上来的时候，第二只在它拉下去，那第二只的螃蟹也需要记住它，借助它的力量爬上去。所以你拉我，我拉你，结果没有人上来，没有人斜螃蟹爬得上来。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试验，人也是如此。我们如果彼此拉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达到目标。还有，我们从口唱到心和，口唱给人听，心和是给自己听。故此，敬拜的唱诗，并非只在台上唱唱而已，乃是回应我们口所唱，阿们，我们口所唱，也更重要的，也遵循我们口所唱。所以口唱心要合，心好口合一，这个赞美才是蒙神悦纳。那这是非常宝贵的功课。因此我们就看见，对自己的三个很简归纳起来，可以有三个很重要的对自我的要求。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侍奉，从敬拜赞美一起扩展到我们的服事。
第一，应该从内心的态度、内心的动机开始。我的心如何？从心开始。我的动机正确吗？我的动机纯正吗？我的动机真的能够蒙主悦纳吗？先检查我们的动机，我的心呐、啊，对你的心说话。有些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argue，有些人讲一些很不切实的话，那没办法证明他真与假。有些人就很聪明，他说：“你这样讲，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？你这样讲，你的心真的是这样吗？”确实如此，真相只有一个，真与假，做事的人自己最清楚。所以内心的动机很重要。我们的口讲得很好听是另外一回事，但心存的心里面那个心存那个动机是不是纯正，更加重要。口也常常常讲嘛，你口讲一套，做的另外一套，其实更重要。不是口讲一套，心是怎么想？所以人的心很重要，所以是真言说：“你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。心如果不正，我们讲的多好听都是虚假的，多熟灵都是虚假的。所以对自己良心问我的心到底如何？第二，积极的摆上，有实际的行动的参与，不是由心无口。”要有负担，可能是别人的重担啊！你说不，我们单单单讲，对不起，刚才我讲不多，应该有口无心。有口无心就是我自己嘴巴讲，自己不动一个手指头，所以自己先摆上，能够作为别人的榜样。我们的负担有些时候啊，嘴巴讲。很多负担，很多负担来做。其实有些负担，我们讲了没有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摆了一大套的理论，一大套的计划摆在人的面前，这个成为别人的负担，我们自己没有做。很高尚的、很理想的一些提案，但是不容易做。我们请问有没有可能，我们很多的建议会成为别人的重担？那我们自己先摆上，先做，带出来一个榜样。一个示范是最重要。我的心要赞美神，人家跟我一起这样来赞美神。第三，我们众人的配搭很重要。根据刚才所讲，欢喜与别人同工，我们需要同工，不轻看别人，不轻看别人的摆上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是腓立比书保罗劝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勉。我们。众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。当然不是好管闲事，是顾念他，是跟他一起成长。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从看开始。我们很多时候是看自己比别人强，看扁别人很容易。但神说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呢？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，我看别人比自己重要，不是看我比别人重要。大家重要，看别人做，每一个人都看别人重要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想想看，每一个人都重要，对不对？你看其他提案重要，人看你一样重要啊。比起尊重很重要，比起的配搭很重要啊。不做个人主义，不夺取别人的好处荣耀，要尊重。我们需要彼此的配搭，我们能够合一和谐，因为有相。同的目标和中心就是耶和华，从新约圣经就是耶稣基督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他说：“我们赞美耶和华，以神以主为我们合一的对象，合一的中心，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共鸣和谐，使我们合一，使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能够呼召在一起。否则我们是不会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彼此根本就不认识，我们两岸三地的人。”很不容易摆在一起，但是什么能力、什么原因让我们摆在一起，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摆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彼此一同同心的服侍。不止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服侍如此，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如此，传福音更加如此，祷告也是如此。
求神恩待我们，真的是教会，不看别人，只看耶稣基督。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心一个中心的对象，以他来联合我们，来和谐我们，来让我们串联在一起。因为他是我们敬拜、赞美、祷告、传福音的对象。谢谢恩主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本来不相连、不相干的人，在神的国度里面无关重要，跟神的约没有份。但你让我们在一起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同为一家人，一同彼此服侍，一同长进，一同扶持，一同兼顾我们有的顾念没有的，这样强壮的顾念软弱的。我们求主保守我们，站在这里，没有强调任何人比别人高尚高贵，每个人在你眼中都是这么的重要。就用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们身为一个领袖的能够谦卑自己，作为弟兄姐妹的好榜样，你们连为一起同盟应许，同的神从基督来照我们所有的奖赏与恩典。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